永久的2000钻耶，那我们现在多少钱啊？那我们可以买耶，要吗？高色系你们就觉得这系是鸿蒙咯。因为在犹豫要先讲什么。他在说什么玩呢？金城讲了。金蝉宝库中获得的钱器可以兑换大量元宝。元宝。这个居上。青云派，对对，御影门的弟子御镖途中见过你们掌门。哇，比翼双飞耶。那可有点远。那比翼双飞能不费吹灰之力将你送到城东，还能让你与心仪之人同城一起。好了，共赏凌霄风光。真是不巧，御影门来了一群混混在闹事。那我们终于讲名人堂了哦。帮忙了，你若是能帮我们解决这些混混，救治受伤的弟子，神殿支配者，我可以帮你打听你师父的下落。要怎么讲？不然就先讲名人堂啊。感觉应该怎么讲？哟，青龙都出来了，要怎么看他的武器？应该是剑豪吧。